我看基隆捷运定案了，已经确听跟他早上说，确定经费从80亿元提高到425亿，那接下来要设13个捷运，可是运量从每小时5000人提高到1.5万人。外送哦，我们是实际有在盖捷运的，这476亿是哪里到哪里？476亿。我跟你讲，捷运的费用非常贵哦。我们那个环状线差一点哦。刚才在有讲过，过去2年营建的成本增加16%哦。几乎我们台北市环状线捷运里面6个工程标，土木工程标，全部流标2次，后来补了90亿又流标。所以现在那个工程费用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比你想象的困难。所以那个470亿，我不太相信。好，